小学老师上课喽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惑的是黑米粉。就是它啦，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把蜜粉改成黑色的包装，因为啊彩妆品大家都会放在化妆包里面，这样子摇晃碰撞包装容易脏掉，所以未来纹身先生的彩妆系列全部都会改成黑包装哦。嘿嘿，你最关心的成分有没有做调整，是不是依旧这么的清透以及防水，不用担心，这么厉害的成分我们当然把它保留下来，只是换了包装而已啦。哦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，那表示说你的皮肤保养没有做好，在上妆之前，前面的妆前保养不管是保湿锁水一定要做足哦。毕竟我们都还活在这个人世间，皮肤会出油是正常的，当然会脱妆啊，所以我们推出了掀盖的一个设计，让你可以上妆补妆都轻松。哎呦，这个浮夸防水蜜粉里面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这个浮云粉扑，它的厚度有 1.5 公分这么厚，这么好用的粉扑当然要好好的清洁它，怎么清洁呢？请看。